吃什么？啊，讲一下心得。讲一下心得哦。我的心得。你打球心得。你跟本身打是不是都要一直捡球，对不对？哪有？你说的对 ，You're right。技术还不错哦。哦，是啊，是还不错了，对。以女生来讲。对啊，你长那么高啊，长那么高。是因为高的关系吗？高，我跟你说，高很容易打球会打过。我以前矮的时候啊，像他那样子，我就很讨厌打羽球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我比较矮，我就觉得网子很高又打不过去。你说的是那个小弟弟吗？我以前那样子的时候，那么小就来打了？对啊，我是没有，我没有他那么专业的、啊。现在录几分钟啊？三十。是一个档案三十，还是记忆体满三十？就一个档案三十。好、啊，你们现在打怎样的、啊？乱打是不是、啊？我手，这个手有点累了。啊？专门打。啊。他打怎样的、啊？你现在是要打怎么样的？打双打吗？哈。打半场。打半场哦。